the next morning. check out了过后，我们现在来这边吃午餐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很多网友介绍的。 来到这一边必点的美食就是这个龟格莫，然后它有不同的酱料，让我选择咖喱酱料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Now我来华师傅这里买一点烧包回去吃。
天的初一旅行结束啦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